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些东西啊，就特别的有意义了，啊，那么这个，啊，这个资料啊，这是张大昌先生写的，啊，张大昌先生呢，一辈子有很多遗憾，啊，他在这个五行的合化上面，他也是很遗憾，他没有把25种合化全部都推出来，但我们后来曾经把25种合化，还有就是说，然后就是50种变法全部都推出来过。后来，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应该自己推，因为自己原来就是直接就给学生啊，你拿去看，就是这么推出去，看已经跟你全部都推好了，例子也都跟你记好了。后来就发现那个东西就是过了就忘了，那还是应该自己推一下啊。你看，啊，这个例子啊，就是这个五行合化，然后就是里面的这个五行并行，就是用在这个治病上面的例子。啊，辛酸化甘，令气平，止咳及攻逆。啊，如甘草五味细辛痰，然后桂林五味甘草痰，然后苦咸化酸，令气收。什么治心气不足也？但他说的这个也不是说他这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个就可以令气收，比如说可以治心气不足，并不是说只能治心气不足，这是例子。啊，如泻心痰，看。心肝化苦，令气凝，治心悸不安，可以用来治心悸不安，如桂枝甘草痰；要酸咸化心，令气通，如消食烦食散；甘苦化咸，令气柔，治燥疾也，如甘麦大枣痰，治甘草痰。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啊，就是他就是给你告诉你。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它合化了之后对气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就是比如他举了个例子，什么治能治心气不足，他不是说只能治这些东西，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例子，然后这个方剂比如说什么，然后这个例子比如说什么。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气很不收，啊，或者气很不平，然后他特别功利，啊，我们要干什么？辛酸化甘，啊，就这种人多不多？太多了。就是不只是咳嗽是气逆啊，打嗝是不是气逆？还有就是各种的这种，觉得有一股气什么从下面窜上来，这什么这些玩意儿的，这些东西，这不些东西全部都是，就是需要这个化甘的。还有就是这个时候，对吧？《内经》里面说的那个甘苦及及时甘以缓之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急用甘味的东西来治了，我们可以用辛酸化甘来治，啊。至于什么时候用辛酸化甘，什么时候直接用甘味，就是他这个东西还能抢救一下，还是就是他自己已经不能抢救了，对吧？需要那个什么的时候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用，对吧？就是辛酸化甘加甘一起用，啊，这个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就是他自己也还能再抢救一下，然后呢，他的朋友也在帮帮忙，啊，就是这样的话，一气流行，啊。这个就是中医上面，啊，就是曾经，就是在小部分的这个圈子里面，就是发生过的一个讨论，就是这一型病呢，应不应该治他，应不应该治他自己？其实，在唐以前是没有这种讨论的，就是从大概就是从宋明之后吧，可能才开始有这个讨论，就是这一型病到底应不应该治他自己？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无聊，但是。实际上，你去看有些组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古代可能至少有一半的方子，就是内行病确实是没有治内行，就是治的都是别的行，就是确实就没有治这一行。啊，这个讨论最后没有什么结果。嗯，但是我们就是在临床当中确实是发现。如果内行病得比较厉害，是不应该治内行的，是应该要治两头的。我有一次去学过一个外治法，我忘了那个外治法叫了一个反正很辉煌的名字，但是我印象当时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外治法的老师举过一个例子，台湾老师，那个台湾老师说。如果这个一个就是河道里面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堵在了那里，说现在这个石头搬又搬不动，但是呢又确实需要让它走，
说这个时候就是说，如果你也没有什么炸药什么这些手段，就是说直接攻击这个石头，啊，不但可能搞不好，还有可能就是破坏河道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如果我不要去治这个患处，不要去这个点，如果我能够迂回一下，然后就是重新形成一个循环，然后避开它，或者就是我治两头，然后或者说是用两头有病的地方来取一个中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。那我们后来就是在临床上去验证很多这些。就是大部分的传世，可能至少一半吧，时间久了也不太记得清楚了。至少一半左右的传世名方，就是确实发现有好多确实就是没有治他自己，啊，确实是干什么呢？确实是迂回了一下，就是治的是他的朋友，或者是取的是他的中，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取中这个，就是在外治法上面也是。很有意思，就是我记得大家应该都学过《黄帝内政》，或者就是都听说过的。然后反正大概是怎么回事，大家应该都了解，对吧？《黄帝内政》是什么？《黄帝内政》是其他的对角线，是其他的一端，就是用的是势能，就是它不是用的读点，是用的是读点的对角线，然后它是取它的这一端。可是，在外治法上面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有名的外治法，就是既不取读点。也不起读点的那个对角线，然后他取的是中，他取的是虚实点中间的那个中点，然后从虚实点中间的那个中点，然后去着手治疗，然后从而达到调频，啊，这个就是外治之法即内治之理，内治之理即外治之法。同样的，就是在这个五行生化的这个情况下，就是在五行治方的这个情况下，就是有一些方子。既没有治他自己，也没有治他自己的，也没有治内心的对冲，他确实是起了一个中，所以这个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跟病变的程度有关系，跟内心的病变的程度有关系啊。如果内心的病变的程度比较猛烈，就是确实就是搞他自己是搞不定的，就要搞他的女朋友，搞他的孩子去了。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，在这个治方的这个问题上面，那，就是要注意这个巧，啊，就不要每次都搞他自己，有一些疑难重病搞他自己，这只会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消耗元气，但是治也治不了，因为他已经扶不起来了，或者就是他已经强硬到搞不动，就是白搞不动，就很麻烦，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，那么它的这个苦咸化酸呀，然后什么辛酸化甘啊，什么这些都是有好多的这个，你看它用的都是《伤寒论》上面的这些代表性的方剂，啊，但是它其中你看这个甘苦化咸令气柔治燥疾甘麦大枣汤，这个里面哪个是苦味的？麦子。麦子在这个古代里面，不是用它的味道来分的五行，然后是用它的这个入心经来分的五行。所以我们就讲的这个常用的药物，那甚至如果你想要搞食疗的话，常用的食物，它到底这个五行里面它的这个味到底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要定，是要合过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，应该这样说，很有治疗意义。如果一个人，是吧，相对来说神气比较焦躁，然后呢不够安宁，就给他吃又香又甜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不心甘化苦吗？这个苦是脾的，这个苦是土的化味，心甘化土，对吧？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就香甜的东西，不一定是又甜又辣的东西。又甜又辣的东西，从口感上面来讲肯定不舒服，但是可以是又香又甜的东西，啊。你看这桂枝甘草汤就是又香又甜，啊，但是它有点又甜又辣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又香又甜的东西，啊，然后它这个酸咸的东西也很多呀，好多中药汤子出来的时候都是以酸苦咸这三个口味为核心味道的，啊，它是通气的。
啊，特别的有意思。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记得它后面的这个画出来的这个味道，在这个五行节里面，它到底是属哪一行的，对吧？不要记错了，对吧？不要记错了，它属的这个行这个后面也是例子啊，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了之后，然后去仔细琢磨一下它的这个就是这个用药的这个例子啊。这个你看，酸苦除烦啊，烦属于心病。啊，就是在烦是属于什么呢？烦的五行是属火的，烦的五行是属于火，然后呢，但是不一定是虚烦还是实烦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不好论。但是呢，烦字你看它的这个，这个边上就有个火，对吧？所以它的五行呢是属火。他说这个心病不一定是说那个心脏的问题，他说的这个就是属火这一行，对吧？他有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来代表说。阳气则是烦劳则张，然后他就说了一些什么这个什么瓜地散啊，什么栀子吃汤啊，他这个举的例子，这个瓜地散我不太同意，对吧？瓜地散可不算，瓜地散很好恶心啊，瓜地散是苦的发苦的发抖，没觉得瓜地散酸啊，我真没有觉得它酸，就是我吃过这个东西，觉得它很苦，啊，那个真的是苦的吐，然后栀子吃汤也不酸。所以他的这个酸苦厨房，他举的这个两个例子，就据我的理解的话，我觉得他都是从功效上面来论的，不是从口味上面来论的。口味上面，栀子吃它哪里酸了？没觉得酸。那个当然还稍微有一点点酸味吧。那瓜地散有酸味吗？瓜地散苦的闹心啊，这个感觉不出太大的酸味来。所以它这个可能都是从功效上面，然后去核定了一下这个药物的这些，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，酸苦除烦就是它这个都是按照这个《伤寒论》里面的方剂。其实我们看看后世的这些方剂里头，就是把酸味的药，就是实际上能尝出来的，把酸味的药和苦味的药配在一起除烦的这种经典性的方剂是有的。而且还不少，比如说像有一些方子里面要用什么啊，黄连和芍药连用，那典型的酸苦除烦，这两个倒是真的，不是说在功效上面能怎么样，是在味道上面也能吃出来，到那个芍药那个酸，然后再让黄连这边这个苦，那么还有些人用什么呢？用这个五味子，对吧？用五味子，五味子确实在味道上面来讲也是酸的。然后呢，然后用苦用什么呢？然后用苦用丹参。那丹参如果没有提过的丹参，确实就苦。这个呢，确实是，这个酸苦除烦。那么，有一个方子，在《伤寒论》里面不是他举的这两个例子，黄连阿胶汤，对吧？这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算不算酸苦除烦？我个人觉得是算的，我个人觉得它这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，这个确实是吃起来很酸苦，对吧？这个里面的药味也比较酸苦我觉得是酸的。那么这个辛苦除痹这个当然就多了。那最著名的，它后面挤的这个半夏泻心啊，那肯定是了，辛开苦降，对吧？最典型的方剂那么脾是什么？脾是属土的。啊，这个想都不用想，脾属土，辛苦辛苦除脾，所以说它这个很有意思，辛开苦降，所以说能够除脾破结，然后它的这个甘咸除烦，甘咸除燥，甘咸除燥呢，这个这种方剂就多了，调胃承气然后这个大黄甘草啊。其实甘咸除燥，它挤的这两个还不算是调胃承气，能算大黄甘草汤，在这个咸度上面来讲，从口感上面来讲，它还真是不够咸。如果要说一下的话，其实这种甘咸除燥的方剂在温病学里面就挺多的，就是甘寒和咸寒之品连用的这种在温病学里面这种方剂就很多。而且在食疗的方子里面也很多，因为这个甘寒和咸寒这两个连在一起，还比较好吃。
他举的这两个例子，我觉得有点牵强，从口味上面来说，啊，因为不够咸嘛，调味纯气弹的勉强说有点咸，那大黄甘草怎么咸呢？大黄甘草弹一点都不咸，感觉不到有什么咸味的，从口感上面来讲，所以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太牵强了，你也总不能把大黄归到咸寒之品去吧，啊，就有点太勉强了，大黄是个苦寒的东西，它虽然不是很苦，但是也不咸。所以这个太勉强，就算是用功效来归类，都有点太勉强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心弦除滞啊，心弦除滞呢，他指的是咸浮花汤，然后大黄附子汤，啊，这个也是甚是勉强，他完全可以指的什么大黄褶虫丸呀，什么这个地当汤啊，然后就是这种桃红四物呀，这些都是典型的心弦除滞啊。当然，咸浮花汤你要说心弦除滞，好不好？也可以算，但是就是真的就说的这个，在口味上面来讲就太勉强。然后这个酸甘除腻啊，酸甘除腻不用说了。那这个芍药甘草汤的确很酸甘啊，这个比较酸甘的。那么这个酸甘除腻呢，啊，在民间有很多更愉快的用法。啊，在后世的很多这个方剂里面，也有很多更愉快的用法啊。那个酸是真的到位啊，酸的很到位。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我那个眼影中的古中医学里面吗？里面有一个乌梅白檀汤，是吧？这个乌梅白檀汤酸甘的这怎么样？很到位嘛，是吧？就是从口味上面来讲，酸甘的十分到位啊。那么，所以说他举的这些例子啊，有些例子呢是确实有点勉强了啊，因为但是呢，他是，一直都是想要用《伤寒论》的方子去套嘛，但是后世其实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子，然后是可以就是说是符合这些东西的。那其实《伤寒论》的方子也有符合的，他不一定非要用这种，啊，那当然是随手举的例子啊。那么我们看到的，就是说这个，你看这个烦脾燥滞腻啊，这些都是，其实这些都是有五行属性的，它的这个烦脾燥滞、燥滞腻什么这些啊，它的五行属性都比较明显。曾经有一个人，我忘了，近代一家吧，民国一家，在他的什么著作里面，然后就曾经说过，就是说，按道理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应该能推出来。就是说，既然五味有合化的话，接下来讲就是五味应该有25种合化。然后那个什么，这个就是这个邪气啊，就是这种病理应该有25种。然后就是最基础的应该有五种，就是应该有五种就是最典型的五行上面的症状。那么张大昌先生呢，显的是之前的，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五种，然后那个人又显的是另外五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啊，这个重要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要掌握他的这个逻辑，啊，你要掌握他的这种内在的这种，内在的这个逻辑啊。那么五行各有其体用位，然后因为五行五味因为五行的不同啊，而呈现不同的补泻作用。如同属辛味，在木味为补，在土味为泻，在金味为化。这个呢，已经跟大家反复强调过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就用一味药，就已经实现了。看，东方实，西方虚，泻南方，补北方，可以令东方变实，令西方变虚。然后可以泻南方补北方，这个呢，就像我们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药，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喜欢用啊，桂枝，桂枝出产的频率是很高的，桂枝辛味药，桂枝自己本身是个复合味的药，辛甘味，对吧？但是你可以把它的甘不算的话，辛味药，桂枝在木味为补，在土味为泻，在金味为化，所以。在学《伤寒论》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代表太阴的方剂——桂枝大黄汤。这个方子也是很多学《伤寒》的人一直争了好几百年，就说这个桂枝大黄汤怎么能会能归得到太阴去呢？就觉得这个扯不上啊。
就认为他是可能是不是说错了，而且为什么太阴只有那么短短的几条，一点都没有说错，因为桂枝大还丹啊，在土味为泻，啊，一点都没有说错。其实用这个东西一下子之后，然后你就能够理解它是为什么了，啊，在精卫为化，所以我们想一想，对吧？就比如说，如果桂枝和姜，它两个都是辛味的东西，它们就更加能够协同，就是在木味为补，在土味为泻和在精卫为化，啊，所以慢慢的就是在这个构成方剂的时候。就是在我们用药和构成方剂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会发现，有好多医家写的那种医案，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人好像只是来治个什么症状的，结果开了三副药之后，什么他好几十年的什么其他症状，然后也全部都痊愈了，啊，这个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病机是相同的。再有一个来讲的话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有些这种药物。和方剂，当它选用正确的时候，啊，它是能够同时呈现出不同的补泻作用的。所以，那么同样的，当心肝两个味道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啊，它们既保有了心味和肝味各自的作用，然后又出现了心肝合化的结果，就是。美国就是很早年间就建了，就投资好几千万美元就建了这个天然药物的实验室，但是他们就是只能分离出天然药物的很多成分来，就是有很多成分都还不一定能分离出来，那么只能分离出一部分成分来。至于复方制剂，到现在，对吧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搞清楚了复方制剂到底怎么弄，因为复方制剂就是。当它们在一起化合的时候，它们会出现新的反应和新的作用。这个直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没有把这个规律搞清楚。其实中医早就搞清楚了，但是中医用的不是实验，不是说会产生什么新的物质。他已经把这个事情说清了啊。这个东西呢，要自己回去推一下，要自己回去把这些著名方剂套进去推一下。然后要把这些方剂里面每一个药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性味，然后来阐述，就是来自己仔细的推一下，然后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会啊有这种作用。